嬌喘台詞 X 死我，雷婕熙姊妹都遇渣男。台片《大佛普拉斯片》中有个和戴丽人在车上上演激情戏码，还娇喘干死我的女星，正是三角迷情的女主角雷婕熙。她是掌靠女星雷瑟琳的妹妹，她的角色通常非常抢眼，是《军中乐园》里的剃头军妓，以及电影《女朋友》。男朋友的小树，巧妙的是，雷婕熙与子子雷瑟琳姊妹感情要好，在现实生活都不约而同面对身边男人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的残酷事实。雷瑟琳之前除了因为被法院屡传不到而被上铐闹出合约纠纷，最有名的是男友陈毅竟被闺蜜莫允文给狠招抢去，当时也是闹得风风雨雨的三角乱斗。